风，警风！小春，好痛！谢谢你救了我。对啊，刚才遇险的不是你吗？怎么我躺这儿了？刚才。帅吧，我可是超员过。嗨，一点小失误而已。对了，你刚才追的东西呢？那好像对你很重要。不用担心，你昏倒的时候我已经追回来了。秦风，我必须得去一个地方，你可以护送我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我可是超员护卫，保护每一位用户是我的责任。叶波，走。叶波，你在哪里？我们在这儿。你没事吗？小意思。叶波，你真的太帅了。小川，你追那张照片我刚才没看清楚，你再给我看看呗。没什么好看的，就是一张普通的照片。一张普通的照片让你豁出命去追，别骗人了，难道是你最爱的idol 签名照？别那么小气嘛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我们到了。这里就是你说的云端方舟？没错，只要买一张寄存票，就能把数据都储存到方舟里，这样就不会被黑洞吞噬了。那只要大家都来储存数据，黑洞就没法对用户们产生威胁了。我们就耽误了一会儿，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伍了？小春，你看，方舟刚才闪了一下，那是方舟在记录信息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只要进行瞳孔扫描，导入自己的账号信息，并购买一张云端方舟的寄存票，就可以把自己的数据放进方舟，以后随时都能把东西找回来。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。季风，你也赶快买一张吧，等大家都知道了黑洞的可怕，这寄存票肯定会被抢光的。这位小顾客，到你了。谢谢惠顾。太好了，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。这个寄存票多少金马一张啊？这位家人，你赶上好时候了，我替你们把价格打下来了，现在是全网最低价，只要……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，小川？不见了，怎么都找不到了？喂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？不买别耽误后边的客人。这是……我账号里文件都出了问题，是不是你打开的方式不对？要不重启试试？不可能，上载到云端方舟之前我还查看过的。客人你好，给您，谢谢惠顾啊。来，你说你对我的数据动了什么手脚？是什么数据啊？我们没有权限窥探用户隐私。别装傻了，一定是你们的云端方舟有问题。别胡说，怎么别人都没有问题，到你这里就有问题了？我看是你的设备有问题。你的手段很高明，一般人可能发现不了，但我花高价请人对我的所有数据都做了特殊加密处理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只可能是有人进行了非法盗取。喂，别来我这碰瓷啊！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，再不滚小心我告你恶意诽谤。雪明，给我上。
冷静点，小川，把我的数据还给我。不就是一些装备证据吗？那是我最重要的东西，你还给我。说不定真是你的设备问题呢。要不，那里面不只是装备道具，还有，小川和他妈妈的合照。小川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这是他们母子唯一的合照。放心，小川，我一定会帮你把数据夺回来的。别走啊，家人们！杰商，快把小川的数据还回来！哼哼，桃樱刀！啊！好，我。看谁还能来救你！哼哼，心中。哼，每次计划进行到最顺利的时候，你小子就出来断我财路。计划？什么计划？黑洞危机谣言计划呀。师傅，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？这么说，云端方舟根本就是个骗局。我明白了，那黑洞就是你们搞出来的，什么末日谣言也是你们散布的，还用储存数据做借口夺取金马。金荣，你的眼里除了金马还能有点别的吗？怎么没有？我这不是还盗取了用户的数据吗？师傅，这糟了。哎，好啊，我还没怎么调查你就自己暴露了。快把小川和其他用户的数据还来。到我兜里的东西怎么可能再吐出来？别做梦了，启动爆裂结界。清风，这次不会再有人来救你了。哼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打败你。爆裂出击，爆裂变形，剑破！查应的，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。是。叶破，小心！是我升级的新招式，旋风斩！叶波，这就对了。长银灯，赶快结束这场无趣的游戏吧。好的，师傅。燕波，你一脸骄傲的样子呢？哼，你的拳头就像蚊子一样。哎，说到底不过是小屁孩而已。燕波，快站起来，站起来！结束吧。飞轮，再不快点，清风他们就……哎呀！我住手！清风，快走开！是谁？啊！又是你！啊！超音刀，上！把他们全都干掉！白夜，速战速决。如您所愿，小姐。好酷！
这就结束了？秦风，快看，黑洞在消失。太好了，大家总算是有惊无险。是啊，没想到竟然是他来帮了忙。那个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我想上次的事一定是个误会，我们……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厉害的朋友？多亏了他，我的数据都恢复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太美丽。哦，太美丽，好奇怪的名字。太美丽冒了。划重点，导人发射器除了，别吃了。肚子饿就听不进课，除了用来给飞车变形，还可以修复超世界中的一些数据损坏，甚至还能将发射器中的能量凝聚成数据墙、数据锁链等。不行，这里乱太枯燥了，有没有好玩一点的想法？有，左刷刷，右刷刷，上刷刷，下刷刷，动动手指，扭扭耳朵，一起来刷刷。这和爆能发射器有什么关系吗？秦风，你不会连最近火爆的刷刷视频都不知道？我的讲解太高端，一般人吸收不了。既然如此，你就看看视频吧，肯定有你爱看的学习教程。超人护卫秦风登陆成功，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。超人们来看吧。欢迎家人们来到直播间看小胖我吃东西。你先去找资料，晚点我来验收成果。亲爱的新用户，你好呀。你好。想要足不出户就能领略世界风光，想要躺在床上也能捧腹大笑，想要点点手指就能获取最全最新的信息资讯，那么请点击新用户注册按钮，再同意用户协议。最后看向这里，非常棒。世界的创始人玲玲，现在我想向大家介绍这件能改变全人类的产品。我还没有选择要看的视频，怎么就刷刷视频能满足用户们的一切需求？小姐，这其中恐怕有……当然吧，小胖在这替大家排来了啊。芥末和芥三口味的，还有咖喱的。秦风，听小胖的话，芥三口味都别买。怎么样，找到教程了吗？你不是应该在学习吗？别吵。秦风，你是不是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？新任务发布，调查多名青少年在刷刷视频中消耗过多上网时长的问题。得赶紧去做任务。哎，任务又不着急，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呀。不行，我
现在就得去。再待一会儿吧，这多好玩啊。不对劲，我刚进来的时候这里还是绿色的，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蓝色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我就告诉你们好了。屋子的颜色代表用户的沉迷度，绿、蓝、黄，等到了红色，你们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。你们的精神力将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，让我变得更加强大。所以，刷刷视频的出现，从头到尾就是个阴谋。我不该让你来这里。别这么说，大家都很享受其中，不是吗？我要将你的阴谋公之于众。哼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们出不去了。我们必须把大家拯救出来。小心！就这点本事。我们分头跑，去寂静室。哦，我明白了。这回逃不了了。还不认输吗？为什么还不认输？为什么？不认输，当然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。什么？干得漂亮 ！AI 只是 AI， 它判断不了人类反常的行为。叶枫，此刻走，赶紧去救人。你看那边，沉迷度最高的红色。请立即执行任务，拯救被刷刷视频所困的青少年们。先救最紧急的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超世界前任管理者玲玲销声匿迹的背后另有阴谋。有人说她其实性格暴力，对人特别不友善，开发超世界看上去伟大，实则只是为了谋取私利。因此她与科研团队产生了巨大纠纷，据说就在超世界上线当天，她遇到了意外事故。为此小编也收集到一些证据。干得漂亮，我知道很帅，不用谢我。真没想到你也沉迷进去了。证据到底是什么？喂，还看呢？你快离开这儿！哎，小姐，你清醒一点，他的沉迷度太高了，我快带他离开这里。
我们实力不在一个等级，但是我可以的。玲玲和她女儿，哎，这个女孩就是张昭让我们寻找的林一。哥哥，刷刷视频是个阴谋，冷酷少女被控制了。爆裂结界的时间不多了，别拖延了。是，白夜。啊，好强的，快躲开啊，秦风。秦风，别管我，你快走。不行，夜魄，你挡不住这招的。飞轮，他们有危险，我们快去支援。